嗨，我们现在在我们的酒店房间，我们刚刚做完这个 backstage 的 show， 然后很开心，我们刚刚去庆功宴，然后莹莹在吃蛋挞，因为有好朋友帮我们买蛋挞给我们吃，谢谢。然后我们现在很开心，因为就是有一种圆梦的感觉，就是 Mr. Fong 带头，真的他有来看我们的 show， 然后他看了整场，然后他还有跟我们一起 jam， 对，他有跟我们握手，然后他有买我们的 EP， 然后当然要谢谢所有来支持我们的香港的朋友，还有我很多好朋友买我们的 EP， 现在已经是4:30，早上4:30。我们有去吃好吃的东西，去清空。你要跟人家说什么？我可以说废话吗？可以讲一讲。刚才我们在门口在卖钻戒的时候，突然间就有几个人这样一起很快的这样走进去那个门口，然后我就看到啊，是方大同耶。然后我就不是方大同，不是他不是啊，不是。然后在笑，然后直接跑进去看，他出来就，然后我们就，可回来知道吗？然后我们就开始跑进去看。对，所以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ur show，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e night with us， 谢谢。你还记得我们在上一个 video 说，我们要去香港找方大同哦，只是想象而已的。对。想不到。谢谢 Patrick from Alive Not Dead。谢谢 AB from backstage， thank you Robin for bringing Khalil and all our friends. Thank you Danny, January Snow for our makeup, and also Gary and Dale for taking this picture. Thank you everybody.